第七题，氮气的分子量为28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，根据目前的定义，如果一个东西有一摩尔，它的质量就会恰好等于其原子量或分子量。所以氮气的分子量是28，就表示它的一摩尔呢会有28公克，是一摩尔有28公克，不是一摩尔有6乘以10的23次方公克。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所以当然呢是一摩尔有28公克，所以不是一个就有28公克， C 也是错的。那么当然 B 呢一公克有28个氮分子当然更是错的。所以呢只有猪是对的，因为所谓的一摩尔是多少个，就是6乘以10的23次方个，所以一摩尔氮分子的质量是28克，就表示6乘以10的23次方个氮分子的质量是28克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6乘以10的23次方个氮气分子的质量等于28公克。